嗨，做一道虾饺酿海参，倒出来，在蒸锅里面蒸四分钟，取出，把刻好的南瓜、小鱼一并蒸熟。南瓜捞出来之后，按照这个造型摆盘。西兰花过水断生，捞起来，把海参摆上去。这六条小鱼是不是很像梁经流畅的六眼灰鱼呢？再把西兰花点缀上去，雕刻教程下一个作品画布。高汤加水淀粉调成玻璃芡，淋在海参的表面即可。这样更好吃吗？不，这样更贵。点关注不迷路，提高彼此亲密度。留下你要的教程，我来出。我干了，你们随意啊。午饭的时间到了，还没吃饭的小伙伴们赶快过来哦。做得不好仅供参考，每天更新，谢谢你们的捧场。